我从出生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人，所以就是因为他我的人生变得很特别。当然我也是谢谢他，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当我有很脆弱委屈的时候，或者是打电话给他哭着抱怨或者是哭着难过的时候，他都会就是安慰我，然后用最 man 的那种方式，他只会说不要哭啊，爸爸在啊，不管怎么样爸爸会在啊。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谢，然后也一直都觉得就是很珍藏在心里面的。生养交陪，女儿结婚就是爸爸在陪的部分了，陪钱的部分哦，不陪伴的部分。你可以先进去就坐吗？我刚刚在里面看了这个直播，然后就是现场的，刚刚有来了好多来宾，然后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，就是每一位来都在细细的数算当年。这里也有带卡拉OK。今年年夜饭也是突然少了两副筷子，那你的心情如何？对，因为也快要过年了。其实女儿结婚了。然后自己有一个家庭，然后爸爸的心情当然是非常难受的，只是他没有想到我就正好住在他楼上，他在九楼我就十楼，所以我们搭一个天梯，让我像那个消防队一样，我可以咻就下来家里吃饭，所以 OK 的啦。加油加油，你还有路西派。加油，路啊！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如果没有路西派这个儿子的话，其实他也是很贴心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会考虑养一条。帮记者朋友太太这个解开这个迷惑，很多人说，哎，身体在艺能界里面那么多年的时间，没有过绯闻，对不对？那有啊，有一次不是有个毛毛男吗？还在什么泡温泉的地方被抓到吗？对不对？还拍了照片。请问一下，毛毛男跟这个新郎是？我要先强调一件事，我们不是去泡温泉，我就是被你这种人害死的。我们是去吃饭，我有三个 ABC 朋友来，真的懒得解释。今天是我结婚，你可不可以看长不长的人？拜托你。不是，他们要问，他们要知道是同一个人。是同一个人，是同一个人，对，是同一个人。你都从头到尾都没有绯闻。对，好无聊。好棒啊！都没有绯闻，然后好好做好自己工作，跟爸爸在艺能界的状态是一样。做人哦，零零零零零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需要知道我上次惊奇的时间吗？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他们是在问我。哦，这个做人进度差。